酸菜汤，酸菜汤，抖了一下，多提神呢。酸菜汤是什么？脸越来越白。这是啥？那什么豆汁儿吗？啊，豆汁儿、啊，老北京的，北京人，好吗？北京人，我觉得你没有细心到会放在冰箱这个。好好好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蛋糕，榴莲。榴莲的，哇，我觉得你会吃啊。这里面有对的吗？你再想想那个榴莲，榴莲，我是，我都已经明白的说出来，榴莲豆汁和面膜，还不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还有，对，你看这冰箱里啊，除了绿茶，一共四样东西，现在，一共这四样东西，你就猜哪样是他的？这里面哪样是他的？哪个是我的？豆汁是他的。好，这对了吗？公布一下吧，公布一下。好，那个这个不是我的，对吧？我的，你的呀？嗯。哦，这是家野的。哦，家野的泡菜。然后那个榴莲是我的，我爱吃臭的东西。臭豆腐呀，榴莲呀，螺蛳粉。你们那宿舍榴莲夹锅巴，锅巴夹榴莲，螺蛳粉加臭豆腐，然后配着卤煮吃，是不是？同宿舍的会投诉吗？会说你不要吃这么，还是大家一起？不会，我们大家都挺能吃的。哎、我吃不了臭的啊，对不起啊。你不爱吃臭的东西？臭的受不了，受不了啊。面膜，这个是你的吗？面膜我觉得是他们的，不是你的，是不是小雨的？不是我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也有脸好吗？我就是偶尔也保湿一下。哎，那我就错了一个。那还有一个是啥呢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豆汁儿、啊。豆汁儿不是我的，豆汁儿是谁的？我的。啊？我不喝，我喝不了。但是我一直想让那个小酒体验一下。豆汁儿你喝过吗？当然喝过。爱喝吗？爱喝。真的吗？嗯，真能喝呀。你是掐着鼻子喝还是直接就能喝呀？就这能喝，甜的。直接喝。什么甜？那是豆浆。何老师，家长一直以为豆汁儿豆浆。来吧，分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需要拿杯子吗？咱们到这边来。完了。这个屋子再多香水都没用。哦，好恐怖啊！哦，不是他们在叫了。你看看是不是？哇塞！我已经开始屏住呼吸了。哦，能喝的是吧？能。加点，但是能喝，但是没必要。你说，很特。哎，不是说甜的吗？为什么它的味道要咸咸吗？咸的是吧？哎，这有点像酸菜汤，又咸又咸又臭。尝一点。因为这个是老北京的小吃啊。可以啊。何老师是喝过的。何老师喝完之后，感觉回忆起了一生，就是我。你不是说你不是能喝吗？你喝。一口是能喝。就是不要呼吸，不要呼吸，然后不要回味，酸的喝的时候是 OK 的，你不要去闻它，就喝。酸菜汤，酸菜汤，抖了一下，多提神呢。酸菜汤是什么？脸越来越白。现在我真的是，我拿走了，我帮你放冰箱里面啊。